情也有义，但是我听袂好兄弟。哦，咱有血有骨气，但是我听袂好兄弟。伊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伊若有主意，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时机，无论有志无志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心肝来放作对，脚步着走工贵，但就是我听袂好兄弟。你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如意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时机，无论有钱无钱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嘿咻嘿。强子，敢讲你爱的人，甲机巧个爱的人同一个人？对了，你讲你叫什么名哈？我叫红姨啦，是阮小姐身躯边的查某囝。凊彩凊彩，我咧讲吼，你即马吼，甲公主吼，带恁去见恁小姐，啊，甲代志讲个清楚，啊，到时若无得解决嘞吼，阮再来收尾啦吼。对啦，公主不给啦，我伫遮代志，莫讲阿条知影。哦，别，我袂讲，嘘，紧，好啦，咱紧来去啦。今晚那是不要很收尾啦。我哪知哟？啊，你捌听人讲过，迄出国是村内底讲，你村外口道理。啊，对哦，肥田不露外人根。肥田不露外人根，哦，到底把它拜托。这肥田，这个肥田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面子问题啦。你看，看迪高就知影，因的气派。都知影，因小姐跟咱姬公主吼是门当户对。那若迄个姬姬叫嘞，吼真正是西做鸳鸯花，唔知呗。我咧大红花牌唔知，佮想要娶小姐哦，我咧偷无骗。对，我即马变啦。年纪更低些数。阿变阿更低。OK， 来，我来讲。绝对袂嫁予姬侯爷这个小弟，去年已经出去找姬公主啊，到今嘛拢无消无息，感觉伊真是已经变鬼精。我得准因今生今世已经认定伊就是我的翁婿。我绝对袂阁嫁予别人。伊就是安尼，哪得我即马就自杀？前暝明仔载嫁予一个我无喜欢的人。小姐，你这是在创啥呢？我不爱嫁，我死都不爱嫁啦！你有看到吗？我就讲我小姐已经面头前，你都不相信。小姐，你千万唔通安怎？我是该会当安怎？哎呦，你莫搁在遮遐黑啊啦！你唔着赶紧起来安慰小姐。紧啊！恁两个哦，拄则豆豆仔讲，啊，我出去外口，甲你看头。
这我都要嫁给别人了。淑姐，你别再哭，我已经想办法了。我是你讲啊。咱做伙来想办法。就准讲想无办法，至少我一直陪在你身躯边。就地母鸡，你两个哪穿到安尼哈？哈，你还阁敢讲？我是对查某囡仔先去做媒人婆。啊，我是做奴才。做甲下边官。这是个咩？无法度啊！谁叫阮阿？什么代志，我拢爱插一脚。唉，就算讲插一脚，嘛免穿安尼啊。就你，你是足奇怪，啊无代无志去做啥媒人？阿妹啊，我是伫天大地大代志，你竟然还讲唔知影？哎呀，这讲起来话头长，不给，不如咱用笔较紧啊。真是有这款代志，你讲二公子伊即马，即马在做奴才。是啊，叔，二公子哦，伊为着爱去做奴才，我是莫名其妙转头。是袂到，太一个后生甲二公子甲伊交唔是共同。啊，这嘛是要安怎才好？啥物要安怎才好？当然嘛是甲二公子斗相共啊。叔，你想看卖咧？二公主哦，为着迄个小姐遐尔啊痴情诶，你看，伊甘愿为着伊哦去做奴才啊，搁不爱等啊。哇，今下二公主真正是下感情落去爱。这是故咩？也毋过，若是互二公主知影，是遐阿就要娶亲，伊毋只好退让吗？我甲宝剑嘛是安尼认为啊，毋则赶紧倒来找你。找我？对啊，叔，当然爱找你啊。这件代志哦，敢你我都解决尔，别人哦，我都白解。将感情的代志，我是要安尼排解啦。哎呦，老公，你好笨哦！你若是无法度排解，咱会去找小爷。啊？找小爷？啊对对对，找小爷。以小爷身份地位哦，小爷绝对有法度排解。找小爷是要安那啦？小爷对伊的这辈小弟嘛是真疼痛的，找小爷嘛无路用。等一下，天鹅路唔到，叫癞蛤蟆出去。人世间上悲惨代志，就是讲两个人相爱，人无多做伙。叔，拜托下来斗相办法就好无啦。好啦，嘿啊，拜托啦。你两个啊，莫在边仔咧话笑啦。我想看卖。对啦，恁讲伊当是要娶亲啦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收到着惊。啊，我唔知影讲伊就是机关厝家己的人。啊，我估计也伫外围讲，阮是来做媒人的，明仔载就要娶亲啊啦。啊！明仔载就要娶亲啊！啊，即摆遐暗啊，就要天光啊，都算我想着办法嘛，袂赴啊。无啦，叔，我都想无办法，才等来找你啊，叔。你爱到想办法啊，老婆。你要死，我讲。嗯。你老婆，你是在讲啥？阮翁哦，伊会活几落百岁啦，我要跟伊白头偕老，有孕后嘿，终身贵子，有钱同心啊。你那老婆没结婚。叔，我乱讲，我改姓，我改姓，哎，我乱讲，乱讲。这件代志我想看卖，我也想看卖。将军爷，您先回去太监府，我若想到办法，会通知您。这是你讲的哦，你要想办法咯，我无办法偷心哦。好，我先回来吼，今日我等你消息。叔，叔，慢速拜托哦。拜托，拜托。唉，这件代志啊，实在足麻烦的，我是要安怎处理才好呢？我是讲甲爷爷讲。伊嘛无方便甲二公主斗相共，真嘛？有啊。啥物有啊？玉庆，是你？无唔对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林夫人。林夫人，公主啊，你的心肝是怎搞掉？你讲这句话啥意思？我的阿婿来到这，你不但将伊抬起。我甲等你去万丈深渊。你咧讲啥？向主家，你今嘛阁有啥物话通讲哈？等，伊翁婿是啥物人？你阁伫遐提亲？我的翁婿就是苏冰蝉。
迄个时阵是探监求我的，这个代志要让玉庆知影，以免让探监为难。无唔对，伊是我杀的，伊要害我，杀伊嘛是应该。你既然杀死我的人，我不可能安尼放你走。我不但要治你的命，我还要全后府的人来搬走。没怕，随我来。哪里走？对。强叔啊，拿命来！虽然你已经将苏金堂打死，也不过伊提来搁留好这粒冰糖宝珠。我即马就提这粒冰糖宝珠，治你。我听人讲，对方冰糖宝珠是要靠这顶夫人给你偷袭，你把卡底已经叠起来，安尼无偌久，我就走袂开啊。我无啦，你家嘛踅来踅去，惊惊去啊！我袂惊天光啊，我即摆足烦，你知无啦？不是讲哦，嘛奇怪呢。啊，我那毋是讲要传迄个 fix 给人对无？啊，现在到即摆还阁无消无息啦。敢讲遮无架基地台，疏散不良，无可能的。需要，敢讲事嘛无法度排解。哪有可能？哎，天哪，讲哪有啥物代志，我哪无法度排解？啊，是讲哦。可是我咱也真正无法度排解，啊天光咱就要去迎娶嘞，啊咱都踅来踅去，踅来踅去，踅这么久，啊像那天还袂光嘞。苏彪，安怎啦？你这是吹哨，你知无啦？你这扫帚车，你无讲无代志，你看。你讲是要天光？慢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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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光啊啦！今天是阮后生要娶亲的好日子呢，怎么来怎么办？乱来！不是啊，啊恁两个人哪会规晚无睏啊？煞不知影，我伫咧等你哦。等一下，等天光。嘿，我讲唔知哦，你遐尔有责任感呢？啊，我知啦，你是等天光，然后我赶紧甲某娶转来，你通我较早甲我解约，就免做查囡啊，对无？哈哈，我知。对啦。对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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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啦
阮真正来等天光啦，阮就是希望看到公主爷哦迎娶，爱从此以后阮就袂含你搁见面啦。安尼对啦。哎哎，阿弟啊，你看天光啊咧，无唔对，天已经光啊咯。好呀，啊你花轿甲其他物件拢准备好啊？我拢准备好啊咧，阿弟啊，你看，我连新郎衫拢穿好啊咧，你看。稳当无，稳当无。今仔日我的后生哦，就是正式的娶某，哟，真好真好。阿爹，你放心啦，我抱娶回来吼，每年生一个白泡泡的后生，给你抱。哎呦，阿爹就是等一天啦。哎呦，你看这两个有够恶心的啦，哎呦，够袂见笑的啦。欢迎欢迎，在怎么闹的哎？那个在家替天公子小姐担心，还有个温暖，我真正在那吵相的。是阿叔，那么紧的传讯息过来，我看吼，这件代志吼，根本就无法度解决啦。嗯。是啥物代志无法度解决？命生若好，才有空。行工位，咱就是我听袂好兄弟。嘿咻嘿咻飘。喂，是啥物代志无得解决？啥物无得解决啦？我来解决，就是要阻止你。啥？阻止我？不，阮厝边吼，唔是要阻止伊啦。阮阻止的意思吼，就讲叫你卖着急。迄人咧讲吼，食紧吼，就拢破碗啊。啊，阮厝边是讲吼，叫你吼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卖紧张。哦。希望你吼去大街小巷，哦，大家都哦，你公主爷，你大钱啦，你着。哎，大家为着你吼，会甲你祝福啊，甲你恭喜啊，甲你快乐啊。啊，对。啊，你安尼讲哦，道理啦。你放心啦，迄梅兰婆吼，我来找你做。啊，不过啦，你共款哦，陪我来去迎娶。你敢真正一定爱娶啊？当然啦。而且吼，即马随时就会当出发。这消息刚造反啊！时到时点长啦，无你再做，就真对啦。Thank you.
别讲话，平心静气。人，脚无永远徛在。